出来啊，结实的臂膀，好看的二头肌，身材线条依旧非常的养眼。来，客群左边一小步，好的，那就是各个角度自由环视，照顾一下大家的相机跟视线。好 ，OK， 今天很 OK， 我们的心情也要很 OK。好，来右手边看一下下。正前方也看一下下，不好的情绪、讨厌的烦恼，通通都冲掉它。左手边，我们的观众直播 ，Hello， 好 ，OK 吗？大家，那我们收好，来正前方的客群再看一下下。等一下，我们跟着我收一下道具牌，空手拍一下 ，OK 吗？好，来，道具先收，是不是？活跃在各个大大小小的音乐季，今年夏天非常的无客群，非常的开心。不管是要搭上时光机环游世界，都会告诉我们今天一切都非常的 OK。 耶，嘿嘿嘿，来正前方看一下下，上一次跟客群碰面应该也是在电台的通道时间哦，因为他没有什么变耶，而且感觉肌肉又回来了，大家检查一下哦。然后干什么？不准抵抗，放心抵抗吧，我客群。好，这边大家 OK 吗？好，最后一轮。好的，左边站一下下。Thank you， 谢谢，帮这个客服上一下麦克风。Hello， 最 OK 的大台柱，你好。好久不见。哎，等了好久哦。真的。9月19日，全新专辑终于全面的上架。今年夏天很开心哦，恭喜你加盟了滚石唱片。是。对，然后呢？之前听说你有开出支票，一周一首新歌，周周有新单曲。但我就想问，人生真的有这么 OK？ 你干嘛落彩？没有掉链子，真的有如期的遵守你的支票吗？当然没有。哦耶，没有没有。对对对，身为一个拖延症，是中间因为为了一首歌。对，因为有一首歌叫《我们只活一次》啊。对。那因为很想 Coldplay 嘛，那找了 Coldplay 的混音师。是是是是。找了 Coldplay 的混音师，然后那个我就混了快一个月。哦、oh。就是为了这首歌。所以是混音师的错。而且我们也没有要打这首歌。对啊，可恶 ！You only live once。单纯为了自己爽啊。单纯为了自爽，就因此就毁掉支票。所以饭可以乱吃，支票不能乱开，在吴克群身上得到了最好的验证。没错，要不要谢罪啊？就说说说谢罪啊，谢罪啊！不好意思，谢罪拖啊拖啊拖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但是我不会辞职的哦。啊！没事，你不要哭哦。没事，哦不要哭 okay, 不要哭哦、yeah. 现在很流行哭哭之后就辞职哦好。所以呢，新专辑恭喜，终于这个全面的上架了。虽然呢，中间为了这个自己的因素开心，不过希望给大家最好的品质啦。所以呢，稍微呢 delay 了一下下，但是如期的跟大家带来这张最新的作品。哎，我另外题外话问一下 ，MLB 球赛让我们喝垮？哦，很好。哎呦，大谷翔平呢，去天使的主场呢，好羡慕哦。可是我跟你说，看完美国职棒之后，我发现台湾职棒其实比较热，比较热是，现场比较嗨，是真的真的。就是你去看的话，你会当然看到大谷是很爽。他们4万人不嗨吗？不，他们人多，但是他们就是在那边吃东西喝酒。啊，闲话家常。对，他们也没有拉拉队。对，不好看，没有林香不行。对对对，没有李多惠的大妹。就是我是觉得在台湾看职棒的话会比较嗨。哦，所以你都是去看的，为了拉拉队而去的？没有。哦，不是吗？不要乱嗨。你说不嗨啊？是真的，就是去看一下那个啦啦队可爱的妹妹们嘛。
我只是说台湾只有比较嗨，我觉得大家错人比较嗨。OK OK， 相形之下，台湾气氛比较热烈啦，对不对？哈、哦，绝对不是为了妹子去的，是为了大鼓去的。绝对不是，对，为了大鼓去的。所以呢，希望这个大。我这个访问很不 OK。怎么了？很 OK 吧？我要害死我，明天又被安排了。OK OK OK 的啦。刚才那段洗掉，丢。不可能，不可能，我们放到云端了，云端有，云端有。哎、欸，所以呀、啊，就问他，你有帮爸爸买到了球衣？哦，对对对，因为我还要给他视讯看一下大鼓的感觉，因为他是大鼓的球粉丝。对。对。哎、欸，还好你八月份就去到了耶。对，因为后来他受伤。对呀、啊，现在大鼓就关机了。不过希望这个二刀流可以很快的回来啦。应该会的。哎、欸，对呀、啊。我爸还在跟我讲说，他的年轻呢、可能会因此受损。哦，不会啦，人家都说手术成功了啊，对不对？上看这几亿啊，六亿啊。反正不是我。啊，对，反正不是我们赚的啦。但是我就问，去到美国看完了这个 MLB 大联盟的球赛，也顺便拍了 MV。对。是顺便拍 MV 吗？对，我原本以为说是假公济私，为了要拍 MV 去美国，顺便看球赛。但刚才阿官侧面打听，你是为了看球赛，想说那啊不如顺便拍个 MV 吗？是这样的、欸。要不要谢罪？要不要谢罪？我到底是做什么？为什么要一直谢罪？啊，就是要叫你脱啊。不是，我是。我只是想要就是分享一种很chill的生活、啊、是是是。就拍 MV 的话、这次我们也不是说要什么大团队然后去拍、就是我们真的是带了 DV 相机然后就拍、可是却是我拍过我觉得最开心的 MV。 哎、对耶，提到开心这个事情，我觉得克群这一次这个新专辑里面的每一首歌都给大家一种很明亮很缤纷很 happy 的感觉。我就想说，哎，你最近是发生什么事了吗？怎么感觉好像整个人由内而外有那种快乐的情绪感染大家？哎，没有，因为想不到过了四十之后、真的找到了那种做音乐的快乐。快乐方程式被你破解，这样讲是不是很恶心？蛮做作的、但是是真的，是真的、这个、啊，另一半啊，你讲，你能不能你讲？因为做整张专辑，其实就是希望让大家得到那种。你会不会那种下雨天的时候、小时候下雨天会想要去外面淋雨，然后呢下雨天你看小朋友会这样，对，踩水然后会你会看到他的背影走路是这样的，雀跃，对，调皮。可是长大之后比较不会，长大之后然后要工作，然后穿上西装、怎么样，然后突然变得很白、什么事情都变得很成人哦，变得比较知识化。对，那我其实想要用这张专辑让大家回到那一种，你想要去淋雨就淋雨，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对，想去，对，当然想狂野就狂野，想大闹就大闹一下，对，只要你 OK， 什么都 OK。我刚刚还想说，该不会是吴克群最近又发生什么事吧？春心荡漾，所以就写出了这么多可爱的歌啊，对不对？什么三好九九啊，最最幸运的事啊，我们只活一次啊，环游世界啊，你是不是没有听到啊？最最幸运的事，那是一首很悲情，没有，很悲伤的歌。因为你是先跟过去说再见，最最幸运的是过去遇见了你，但是今天很 OK， 因为我找到了新的。是什么新的？你干嘛？新的。吴克群最近没有对象吗？这么健壮的身躯，没有人拥有他吗？大牌就不要这样。没有，真的没有吗？哦，真的没有。所以最近是心如止水。心如止水。心如止水吗？不要问。对啊。心梗。心，对啊，是这样吗？对，最近就是很简单。啊哈。Alone 的很开心。一个人。Alone 的很 OK。体验到了做音乐的开心，是，所以给你一个很 OK 的心情，没错。对，哎，不过提到这个，你最近到处在奔走嘛，唱音乐会啊，出现在音乐季啊，身体还好吗？很好哎，还行，还行，是不是？对，要补一下，我怕你踢呢，虚。我不虚。你不虚，但是我们可以让你更加的旺。好。
好上加好，男人最要补的就是强大的气场。因此明天秋分，秋天是一个丰收的季节，所以我们要帮你补补身体，送上了帝王蟹。来，帝王蟹来，哇，中秋大礼包，各位月圆人团圆，今天很 OK， 各学哥举起来 ，OK， 拿起来，哎，小心哦，这一支八千块你还没付钱哦，哈、哦。稍微，今天不错哎，红的帝王蟹跟这个牛仔的客群刚好颜色配搭，相得益彰。希望呢，吃了帝王蟹的吴客群都能够横着走，榜单亮眼，销售长虹。很红吗？好呀。哦，这个帝王蟹感觉非常非常的诱人呐、啊。明天23号就是这个24节气的秋分，希望大家呢吃了帝王蟹补补身体，补补心情，就跟客群哥一样，今天很 OK。耶！好，笑话大学要不要来？笑话 Doctor。面包超人走路跌倒扭到脚会变成什么超人？有人知道吗？面包超人走路跌倒扭到脚会变成什么？什么摩吉？面包超人扭到脚变摩吉？什么意思？那这筋都断了。对呀、啊，软趴趴。他会变成牛角面包超人，因为他脚哎呀扭到了，笑。没有关系，下一个。下一个，再挑战一次。哈利波特里面哪一个角色最有主见？哈利波特里面哪一个角色最有主见？看着不聪明的样子，告诉你们是伏地魔，因为他不会被牵着鼻子走。伏地魔没有鼻子。哦，没鼻子哦，我想成那个黑，我想成史奈普，有鼻子，他鼻子很长，我刚刚想错角色了，对，好，还要再来一个吗？是，哎，你刚刚那个哈利波特有沟通，有中 get到，再一个，好，举重选手比赛输了，离开前会说什么？举重选手比赛输了，离场前会说什么？对，他说：“啊，我输了。”不是骂脏话吗？他会说：“高歌离场。”他会说：“珍重，再见。”这个蛮好笑的。珍重，再见。如果他会举不起来。这一本带着，好不好？让工作人员天天都开心。好，所以呢，最后我就要再问一下客群，我们这个在很快乐的气氛当中，要来为这个今天的通告，还有什么话要跟大家说一下？你最近还在忙演唱会吗？对，接下来都会一直跑。嗯，那就是希望很快的，反正在大家面前唱歌嘛，然后让大家开心。最重要的就是希望你们每一天都 OK。可是做这张专辑最重要的，这张专辑，因为现在。对，我爸今天还打给我说，你要发专辑了，可是现在都没有 CD 行了，怎么买？他说我车里面都没有 CD 了，我说爸，现在已经没有人在买 CD， 都数位了啦。对，但爸爸想珍藏那种实体的感觉啦。对，但会有黑胶，。OK， 会有黑胶，所以大家可以珍藏起来。希望你们就是不管在网络上听或任何时候听的时候能够开心。OK， 那最后让大家开心一下吗？时光机。全民热跳健身舞，我认真的，你这 Q 人会 Q 到你自己。不会，我找摄影大哥下来跳啊。哎，我们先收一下这个。我跟你说，他们不会啊。真的吗？根本放不开。
我有偷练，我不想变成智障。对，感谢你。是你 baby。OK， 我是 baby， 是你 baby。那吴克群最后拖一下吧。什么啦？好啦好啦好啦，不要拖不要拖啦。但是希望明年有机会在台湾听到你的演出。会的会的。耶、yeah ，有机会。所以明年有机会，我们感谢我们的大海柱，谢谢吴克群，谢谢，谢谢，今天很 OK， 感谢大家，谢谢。如影，耶、yeah。OK， 那因为就是这一次是受邀担任这个大牌，是不是很久没有回归，可能担任电台活动了这样？对，哇，第一次当大牌助的话，我已经很久了，十几年吧。对，到现在，然后经历了很多次大牌助的那种感受，但今天这次是最放松的，对，就是今天是最轻松自在的。而且也是在大台柱里面收到最贵的礼物了，只能说 Hito 赚钱了。这刚刚有说好像要你买单哎、欸。哦哦是哦，那看一下 Hito 的财报哦。好，但因为这一次都是发那个数位专辑，那所以就可能没有签唱会，对不对？那因为好像演出也都在海外，那会不会最近有没有就是跟歌迷朋友见面的机会呢？之后应该会有，然后在台湾会有比较大型的表演，对。之后把我最近练的一些东西，然后到时候再给大家看。今年吗？今年哇，今年应该来不及啊，应该是明年。OK OK， 那因为就是现在也进入下半年，然后也尾牙季要到了，然后因为去年在披荆斩棘表现蛮不错的，那今年有没有收到很多邀约啊？我之后哦，对，反正十月到十二月就是有很多的行程嘛，很满啊，反正大家要邀的赶紧，因为没什么空间了，各位。那会涨价吗？涨价，我也不知道我的价钱是多少，我不知道，再看滚石啊，你问滚石。那因为发了《时光》这张专辑，有找很多艺人朋友一起跳舞嘛？那像在尾牙会演出的时候，应该很多歌迷会跟着一起跳这部分。当初怎么想到会跟艺人朋友一起找这个计划，然后一起跳这样子？因为《时光机》就是会让大家很开心，而且跳每一个人发现的时候，就会发现跳这首歌没有负担嘛。那在现场的时候，不管在音乐节或者是各个表演呢，他就是前奏一放，然后大家就开始很自然的脚会离地，所以不管接下来所有的表演呢，都会让大家感受到，我身边朋友在跳这个时候那种就简单的开心，傻傻的这样。那目前啊，跟艺人合跳的部分，有没有觉得哪一位让你印象最深刻？他跳的可能像刚阿关也跳的蛮好，那你有觉得有还有其他人就是和跳起来就觉得让你印象很深刻这样？印象深刻的应该我跟栋梁还有心灵一起跳，对，因为那个就是真的好像是大家在玩，然后就啊要跳，因为还是栋梁提起来说你不是要跳，然后我说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可以跳吗？就是那我们穿得很邋遢，然后就很随便，可是那样很自在，对对，然后还有跟佩妮啊，只是在吃饭的时候这样跳。就希望让大家这首歌啊能够玩起来，对，朋友之间玩起来，任何时候都可以。谢谢，谢谢，谢谢。